Hello， 大家好，给大家录一段麦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。如果喜欢的话，帮十一点赞、转发，谢谢。自从走进歪歪的门，那我的心里丢了魂。那虽然网络是虚拟，这份感情在心里。都说歪歪谁挺深，那得看你是否认真。每天坐在电脑前，那说话唱歌就赚钱，私下用了多少心，那从来没有人问津。既然选择了当主播，什么情况都得刻薄，我得不断的努力，超过男神叫劳力。天天努力的创新，那创新的节目得认真，不能什么都表演，话题不要太敏感。走向社会的那一天，那励志的话语记心间，通过自己的智慧，最后成为人之最。一直摸爬在滚打，终于穿上了裤衩，看着妹子真能扯，喊了半天没说我。当了主播都想火，得让大家记住我。我的名字叫十一，那扯扯犊子吹牛逼。我的大个163，是没事就把皮裤穿。我的胸围地罩杯，这可不是和你吹。我的小脚是36，长得挺白都是肉，长得不胖还不瘦，是啪啪起来没有够。有人说我213，是叫的心里真叫酸。父母金烟打的样，是从小我就爱说唱。直播风格说唱喊，是点点关注你敢不敢？如果你来我房间，是保证让你嗨翻天。感觉这麦还可以，是够。